我今天放不放一个账根本我们的系统制度上在 take care， 根本我没有。今天董事长在报告全部的事情，我今天不必报告，我不要来开会，对吧？总经理在执行所有的这个执行的事情，所以因为这个理财，我很少有参加，有很多。 太敏感的事情，因为我了解到我的position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副董事长在我们银行里面，他没有具备任何签合最终签合权，是绝对没有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目前副董事长在执行业务上是跟一般董事是没有两样的，是一模一样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在内部的。 那个权责划分之下，没有副董事长的权责，我们只有董事长跟经理部门的权责划分，没有副董事长，所以我们在实质上，副董事长也没有做最后的决定，这是我们可以做补充说明。但是我们金管会如果有疑虑，我们会对金管会做一些说明。用哪这个题材来打草 ？OK， 所以我想起来，没有这个issue。我没有这个issue，但是现在就是说，你因为大家来看，好像我要被大大的检查等等，不必要这样。要声明，他我们没有被金管会要求去说，没有需要去说明，但是书面上，也许他会要求这个，我们会去说明，这没问题。所以书面上我们已经有给金管会一份，还没有，我们会去说明，我们会用书面做说明。